就是整个一堆矿里面挑出来的，挑了149，对，这个就是就是我们一下就开始做了，这个透气性特别好，就是你喝过茶之后，它一直这个茶香留在里边，就是你那样叫什么名字，我自己就因为没办法去做起名字，就来不及起名字就没了，就是一个是149，加水149。